耶！咱这人真不错，这真砸起钱来，这张张都是亲人呐。来，滴，哟，给力，相当给力，那是齐活了。咱俩一人一半先分了，就当是开门红，自己给自己先发个红包。必须夜上，必须夜上，夜。咱豆豆楼中介今天就算是正式挂牌了。耶！来，佛说。前世500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一次擦肩而过，你说像咱俩这么亲密的朋友，那上面啥也没干，光他娘的回头了。耶耶，这刚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，我还没开始挥霍呢。来，分账分账。你直销也快呀，还没成本，还不会被别人说成是老鼠会。是啊，你说好好干啊，有好日子尝着呢。那个大姐那个腐朽的价值观啊，她理解不了这个。那什么，姐夫你自己保重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走那边。你回来，你这么走了，臭小子。你这次是拦路抢劫还是调戏妇女啊？说说呀。我是被调戏。哟，不容易，读个书还潜规则呢啊。行啊，豆子，这大学没白上啊。行吧。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。谁呀？豆子。那个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呦，姐。你太有才了，你怎么样，舒不舒服？哎，舒服。这还不啥意思，是吧？保总做的跟内服一模一样啊！对、哎，还想一谈呢。皇上下旨了。对呀、啊，走吧。走啊，走你。当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，他非处方超级小木耳粥。爸，张总。怎么样？这是你做的啊？我煮了2个多小时呢，这孝心爱心撒一锅呀。姐，这样行了吧？差不多吧。做一个搞艺术，你一定要有一颗 open 的心， open， 你知不知道？呸！奸情就是艰苦的感情。行了，豆子，你别再给我解释了啊！坐好，你不用麻烦你脱鞋了，我自己脱，我嫌便宜。这封信，西里的儿子，您又猜到他是谁吗？就是他在哪个系里头啊？家业吗？对，就是一个文化。哎，陈进，爸，哎呀，儿子，爸，那您说父亲这种特别有底。